这简直是顶级查尔斯信徒，这是咱们在动物园之心还原的查尔斯家族，然后又在废品机械师里打造了一只可以飞天的查尔斯。于是就在昨天，我的好粉丝居然让我还原一个查尔斯信徒，那么作为顶级宠粉的奥特直接安排，我又来了，滚。有一说一，感觉少了点什么。这不怎么说，如果十分是满分，你能打几分呢？你个狗。众所周知，在游戏里这些面具男都对查尔斯十分崇拜，于是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海里产生，我直接让这些信徒对战查尔斯，好家伙，这波究极大内斗。来了，我你妈，查尔斯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居然会被这些忠实的信徒追着打，打死那个鬼孙儿。可以看到查尔斯已经被打急了，摇头晃脑就干掉了几个曾经的部下，但奈何他的信徒实在是太多了，在绝对的火力压制面前，这查尔斯也不堪一击啊。那么要是换上咱们的顶级老头呢？去世。这波顶级查尔斯信徒